崔弟今天来到了西安的东小寨村，是个都市村庄。今天呢，来这里边看看房子吧。耶，闯红灯了。等一下，这个都市村庄我之前来过。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在这儿那边做直播的时候，在这里边还吃了一碗面呢。这个晌午头，这小吃店的人都不多呀。现在这都市村庄显得有点萧条了。我记得十来年前我在郑州住那个都市村庄，哇天哪，人山人海。看到这个环境，就让崔弟想起了我这个刚去郑州打工，在郑州住的那个都市村庄。那都市村庄热闹得很，这个主街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现在这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提高了，住都市村庄的越来越少了。哇，这前面还堵车了呀，车比人多。有房出租，来吧，咱这来这里边看看。哇，这房子的环境可以啊，这房子不错，看着怪干净。有人没？有人没有？没人呐。哇，这楼梯这么陡。没人，有人没？小芳，有没有空房啊？有，几楼啊？几个人？两个。两个。嗯。又大的吗？要小的？都是啥户型？有一个现在还不错，有两个，还有一个带卫生间。我就要带卫生间，室内那种。有一个。几楼嘛？五楼。你房租是怎么交的？嗯，季交、月交都行。一个月多少钱？500多。这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大同小异。嗯。这房源现在也比较紧张啊。我以为现在都市村庄住的都少了呢。哇。这属于单间吧？哦，还带个洗衣机。呀，那做饭，呀，这没有厨房。没有。你刚才我都跟你说了吗？跟你说昨天刚走，他妈的这么大。这有点简陋啊。有点简陋。哦，那你再看别的图，再看一下。大家好，我是恁崔弟，崔弟又来了。崔弟呢，今天呢来到了这个西安这个东区吧，这个一个都市村庄叫东小寨村。我这个想来这个都市村庄呢看看这个房子，我那个房子也到期了，看看这个都市村庄的环境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到时候呢就搬到这边了。但是我刚才看那个房子不行，那个房子首先楼层太高，是在五楼，再一个那环境啊，我进去一看就让我想起了我之前在郑州打工的时候租的那个都市村庄。我租那房子比这个还好一点呢，我租那个房子还带厨房，他这个房子光有卫生间，
连厨房都没有。哎呀，那不行，这个再看看，再转转，再看看。这个杜鲁村庄挺大的呀，我这走了20分钟了，还没走到头呢，太长了。这房子基本上都有，我刚才已经转了，每家贴的都有这个出租，这个也行，有房出租。我们到这个地方看看，最重要是得安静，楼层低。有人没？有房子没？有房子，写啥房？标间或者一室一厅。没有啊，单间都单间。都是单间，就是这都是单间吗？这村儿？我看。那我都不知道了，反正我带卫生间的少。你这是也不带卫生间是吧？不带卫生间，卫生间是公用的。那大单间是一个月多少钱？400多。400多。2楼3楼。二楼光线能好一点。单间不带卫生间，光包个凉台。哇，你这还带防盗门了，安全系数比较高啊。哇，你这都是单间是吧？嗯，基本上都是单间。哦，你这套间在楼上啊？哇，这个可以。哦，这个阳台能做饭。啊，贴上塑料的啥的，不粘油的。哎呀，这个床太小了。我都是方便。这电费一个月多少钱？一度一块钱。水呢？水一个人的垃圾费再加一个人15块钱，费垃圾费再过15。一吨是吧？一个人一个月。一个人一个月15块。嗯。哦，就是住两个人的话就30。嗯。这不行，这杜鲁村庄不行。不是说这杜鲁村庄不行，就是这个房子不行。我这个看了两家，刚才那个房东也说了，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你看，他这个就是这一排嘛，后边这一排，一直到这边，你看，就这一排，他这个房子的布局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单间，或者是带个卫生间，就是那种标间都不多。再一个呢，就是楼层。电梯不好，这个楼梯不好爬，环境呢有点一般，太旧了。这小区，这村估计年数呢也不短了。哎呀，我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啥吧，就是这个考虑到就是，不行的话，我看看这个都市村庄这个房子要是可以的话，能够找到一个一室一厅的，带厨房、带卫生间、楼层低的，到时候媳妇儿那房子不是到期了吗？就是搬到这儿。虽然这环境一般，但是呢，咋说呢？到时候装个空调呗，对不对？也是冬暖夏凉，是这个考虑。或者说是给我妈找个房子，是这意思。我妈一个人嘛，到时候不行的话，就是给我妈找个标间，带厨房、带卫生间的，楼层低的，2楼3楼也可以。但是我看了一圈，我觉得都不行。我看了，我这个房子租的话，还得去找老小区。就是那个市区的老小区，这杜鲁村庄不太适合居住。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自己住都无所谓，关键是让媳妇孩子让老妈住这个地方不太好。因为这种杜鲁村庄，它这个环境，我之前就是10来年前我在郑州打工的时候，我住的太多了。真的有郑州的朋友，我给大家报几个村的名，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你像我才去的时候住的这个姚志，包括长志，包括鸭志，包括关虎屯，包括聂庄，包括黑猪庄，这个包括老牙陈，包括这个那个叫什么？徐志，包括柳林，我都住过，知道吧？所以说我住的杜鲁村庄太多了，各种户型的房子我都住过，
嗯，所以说我看到他这个户型以后呢，又让我想起了十来年前我住的那个环境。嗯，其实我自己住倒无所谓，咱这皮糙肉厚了，关键让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的老妈，是不是跟着自己受苦也不行？不行的话，我再看看吧，我再看看转转，是这意思。那行，那咱就多了不说，少了不唠。这个催地视频呢，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支持。再见，再见，不得拜，不得拜。